的拜六四月二十六号，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将要来北港朝天宫庙后举办今年第一届关怀活动。工作队也提前来朝天宫祭拜。这关怀活动今年进入第三年，投入爱心人数越来越多，每年送的关怀礼物也一年比一年丰富。大家一起来，所以赞助单位特别多，有那个纯金的整组的妈祖，跟大家只要来见学的就可以抽奖这样子。啊，还有妈祖的纪念币，还有那个祈福艺术框，还有最主要还有三部32寸的液晶电视，还有5部的脚踏车，啊，250cc 的，我们赠品也非常丰富，古早味的麻饼，还有鸡精给大家补元气。阿娟500cc 的也有 Q 版的爆妈仔公仔。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热心投入关怀公益，也得到政府表扬，这张奖状给因真大鼓励。去年还有内政部的绩优捐血单位表扬啊，我们4月30也要再获内政部的邀请，还要去台南接受表扬这样子。啊，我们总共的这三年来的捐血袋数已经有2000多袋了，啊，希望大家踊跃来配合。除了这礼拜六关怀活动，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是率先预告今年10月份第二场的关怀活动，有超人气的礼物等大家来收集。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还会有今年度第二场的捐血活动，那届时我们会有前50名的话，我们会送这一个现在目前最夯的妈祖背包。那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来参与捐热血。这么多妈祖相关物品等民众来收藏，北港妈祖文化推广工作队是热情邀请民众，这礼拜6月26号来北港关怀做公益。记者李克森差不多。